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的，又是一月一期的小侦探时间。本来看默默少了不少垃圾，正当我心中想万喜的时候，发现又有更多的垃圾填补上来。真的感谢韭菜们，让我们有这么多看不完的乐子啊！那就直接进入主题吧。
那还是要老话重提啊，这类营收数据都只是参考性质，建议是结合每月的升降趋势，以及第三方社区热度、原厂更新、代理营运、公司报表等多方面的参考再下判断。但绝大遇到那种降幅过大，配合营运开始放缓更新的时候，然后突然再给你一个加大除值反馈力度，那通常就是一个收割警讯了。然后选游戏也务必请避开几位特定的常客，模块也不过只是众多收割机的其中一台罢了。我频道过往也提过太多厂商了，代理履历只能当做参考辅助使用，厂商也并不是机器，是可以配合市场风向动态调整的。而且不同的社群媒体都有各自的立场，不论是为了自己还是接受来自厂商的恩惠，且买卖双方视角肯定不同，尤其是来自卖方的言论都要先质疑再质疑了。如果不想受困于资讯茧房，建议多自己动手多方求证，并且交叉验证各项资讯来源。那最后说一下，假设你是喜欢听各种代理商的相关故事，我在过往的游戏类评测以及杂谈中也都有带入类似的话题，你可以使用关键字来找到对应的厂商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冰的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